跟小哥哥玩游戏了。看他认真不认真，你叫他自己玩。抓呀！不爱玩了。小橘子来了，小橘子就想着吃。你跟姐姐玩玩游戏吗？会玩不会？小橘子天天都想着有没有吃的。小橘子现在在这可幸福了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几天就熟悉了，特别聪明，知道上厕所去哪儿，吃去哪儿，喝去哪儿，然后睡觉就挤着人睡，是不是啊？那眼神儿，来呀！这得准备多长时间呀？你这。大宝，你还是那么单纯，大宝。哎呦，终于进攻了，你终于出手了。哎，哥哥来了，哥哥也喜欢玩这，人一多，大宝就不爱玩了。你看大宝不玩了，我们艾米可厉害了。哎，看能站多久了。站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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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起，来，起，来，这是网友给起的名字，叫小橘子，开始叫丢丢，想着他，又怕他再丢了。看我们小艾米可帅了，哎，哎。大圆脸，大宝以前是个瓜子脸，你看现在成啥了？又来抢风头，小心你大姐揍你。嗯，看，咦，哎呀，小橘子。嘿嘿嘿嘿嘿嘿，长胖了，你看，长胖多了。来，飞了啊！一、二、三，都没人去捡，小团子去捡了。哎呦，自己又发脾气，快去要，快去追，快去。